位菩萨，大家阿弥陀佛，洒甘露，嗡阿哄，嗡阿哄，嗡阿哄，众生离苦。那今天是108场第19场，早上，那法师们、义工菩萨们来到新竹五指山，好山好水，众生多，树木多，慈悲有情，正是时候，现在在进行哦。大家看到，赶快念嗡阿哄融入哦。早上有供灯供水也融入哦，放生救命也融入哦。所以参加法会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啊，学佛就是要救苦救难啊。所以今天来到了新竹五指山山区啊，现在冒烟啦，站着要投药供哦。愿此药变法药，众生闻即解脱啊。那这个烟飘到的地方啊，都没有灾难啊。烟飘到的地方啊，众生没有鱼吃啦，身心因果啦，烟飘到的地方啊，大家善根成就啦，善业显现啦，开始孝顺父母啦，开始布施啦，开始慈悲啦，没有贪嗔痴啦，这样多好啊！你看这个药很新鲜啊，哇，看这个药很棒的啊，很赞的啊，所以大家可以到中药店去买呀，感冒药。那老板就帮你配好的啦，买肠胃药老板也帮你配好啦，那冒烟，那这个就是法药啦，法药胜过一切的药啊，法药就是诸佛菩萨的加持啊，身口意的融入啊，生生世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护念啊，所以这个烟冒三个小时就利益三个小时的众生啊，更何况这个烟可以24小时啊，大烟小烟继续冒烟啊，所以昨天在回木区啊，今天又到了深山啊，那下午又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啊，20场，你看一整天下来，哇，精神饱满啊，一整天下来利益广大的众生啊，三乐道的众生是最苦的啊，所以你能够放生不可思议啊，如果你能够烟供功德无量啊，所以你看这个药啊，大家买一些药啊，寄过来树林菩提讲堂哦，我来帮你做药供哦，让你家里面的人健康哦，让你不再有烦恼哦，让你生活一切平安吉祥哦，让你身心得自在。嗡阿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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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阿哄。嗡阿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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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阿哄。跟着佛陀走，跟着慈悲走。不会修，但是要会跟啊！你看，跟对人了啊，跟着药师佛修行啊，跟对人了啊，跟着药王菩萨修行啊，跟对人了啊，跟着神龙大帝跟着这些祖师大德跟着历代祖师修行，嗡阿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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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洒甘露，供灯供水，水有八德，供养十方佛，涤诸恶业，六道德清凉，供灯燃起佛前灯，灭除心头火，愿持大智慧，照破众无明，嗡阿哄，嗡阿哄。嗡阿哄，众生无病无苦，众生出院啦，众生不用看刀啦，众生可以下床啦，众生可以去上班啦，众生可以找工作啦，众生可以利益众生皈依佛门啦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嗡嘛呢叭咪吽。